你要的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大概讲一下，其实现在的那个设计流程哦，基本上都是 MVC 的架构，所以基本上你是 M 的话就是资料 就是 metadata， 资料从哪边来？那资料我们要设计的时候，你要去，所以以后你要设计的时候，你就先想你有哪些资料，你可以先把它把它输入在某个地方上，也许在 stream 里面。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什么？比如说我的饮料的种类。还有我再来就是说它是要冰的还是去冰的、还是温的等等的、反正它饮料，那你可以去饮料店参考，诸如此类的，也许你可以做一个那个饮料的订购系统。那这个后端好像之前那个今天没有来那个吴大哥，他有秀了一个 JSP 的版本啊，他后面也是配合一个 JSP 的资料库啊，不过因为他是直接拿别人的东西来抠啦，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用 JSP 齁、如果那不是你的，你可能不知道将来要动哪些地方，可能牵一发动全，其实不用那么复杂，你就只是一个 table 就好了，他可能弄了一堆 table， 你根本搞不清楚这到底能不能动。所以往后也许将可能后面我们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有关资料库吧，后端的东西，那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了，用一个 PHP 就好了。我们上学期有用到一个 SAMP， 反正你就建一个 table， 然后你这个饮料，假如有会员订了，你就把那个他订什么东西放上去嘛，对，那将来你再去那个 table 里面看一下，好、然后呢，如果你要把清单列出来，有哪些会员订的，你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哈、来把它做存取。好，那第一个的话，你要思考 MVC 的 M 有没有哈、M 的话呢，那里面你就把资料放在这边，所以呢，在云端上你可以找到了哈、我是把它放在我们那个就是这边。一样嘛，程式码了、其实这个都很好抠的，所以等一下记得你把它，我刚刚也是剪下贴上、第一阶段这个是 M stream， 所以从 resource 这边抠到 resource 贴上去。OK， 第一个你的资料就有了，里面包含就是说你这边 item 总共四种，那比较特别就是说、上面三种是可以有热的，第四种呢不能有热的。其实也不能，也不是不行哦。柠檬汁可以是热的，以后果汁他问你要，你说我要热果汁，OK， 那他可能会觉得你是 OK 哦 ，OK， 那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柠檬汁不能有热的，然后呢，另外三种是可以有热的选项，所以呢 ，OK 哈、然后再来，所以底下你会发现啊、那个第二个这 string temp 一。指的有一个冰、去冰跟温的，然后呢 ，temp 2有冰的跟去冰的，所以哈、第二个 temp 指的是柠檬汁，它就是，所以将来你会有两个选项，如果它选的时候选的是一二三，就是跳 temp 1，第四的话呢是跳 temp 2，那选的时候特别重要，它的清单的顺序不是从一开始，编号给你的时候是零开始。所以如果零一二跳 temp 一，三是跳temp 二 ，OK， 大概有这个观念嘛。所以将来你在设计的时候，请你先把你这个 app 里面需要哪些 data， 你可以先想好，而这些 data 呢，应该放哪里比较好，你可以先去规划。也许是当系统载将 app 安装的时候就放进来，好，不过限制可能是比较小的资料。那如果是比较大的资料哈，你可能就是说，也许是当它 initialize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再帮它建，那或者是说那个资料会变动，而且是大家可能会共通的，也许你可以放网路啦，这个当然将来慢慢我们可以再做调整，这个系统，也许慢慢你可以把它再跟后端连接啦哈，主要是那个 M 啦 ，M 的话是 data， 就是 data， 就是你资料应该放哪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是放在 stream 里面哈。第二的话呢，画面部分，那画面的话呢就是 ActiveMan 啦，那里面的话就这些啦，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边 Ctrl C 一直到这边，然后把它贴过来、各位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应该没问题啦，这个应该比较简单，这个做很多啦，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所以其实我们最终还是会贴就好了、OK， 那至于你要不要会写啦、这个我看个人的时间，那里面的话呢大概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最后做出来的不外乎就是一个、spinner 放过来，这个名称叫 drink， 这个叫 temp， 这个叫
就是 B01， 然后最后的话呢有个 test view， 这个 test view 呢我把它放到最大，这个是最后的结果，应该没问题了，只是这个稍微这点有点综合性的练习，两个 spinner 再加一个 button 跟一个 test view， 那里面的话有哪一些属性有变更，基本上的话就这个 entries 有没有发现，这个 entries 呢，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 at array 的哪一个呢， drink name， drink name 的话，这个 drink name 实际上指的就是在哪里呢，在这边有个 drink name，我把那个 drink name 呢放在哪里呢，放在我的 entries 里面，就这一个，有没有，所以当它载入的时候就会去读取什么呢，我们那个四种的饮料啊，那个 array 很抱歉，那个我刚试一下它没有办法自己带，所以 array 那个要自己打，前面的这几个是 at array， 这个有没有，这个要自己打上去啊，也许再看看啦，应该是有，可是我是没找到啦，所以这个怎么样引用那个 array， 你就是自把它引用进来。那第二个的话呢，特别注意，第二个这个 spinner 你会发现它没有在预设的时候自动载入，而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可能是那个前三种就是 temp1， 有可能是第二种，所以第二个 spinner 你是动态的载入，动态什么时候载入就是要控制的，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能写在 V， 而要写在 C， 写在那个控制。OK， 所以这个可能你们要去想说，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if， 那如果说什么条件，也就是说那个参数它可能是第四种，第四种的话呢，我刚刚讲编号已经0123，编号是3的状况下，你要去 temp2， 反之，所以 else 就是 temp1。然后再去做载入，所以第二种第二个 spinner 是动态载入的 ，OK 哦。那如何动态载入？其实刚刚有讲过了，有类似的程式嘛 ，OK。再来的话呢 ，button 啊 ，button 里面的话就是执行的，不过这边我有做了一个 unclick 就是程式你可以用 void， 我们之前是用那个 unclick 是用那个 set unclick listen 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你不要用。set onclick 有没有第二种方法？当然有，你可以在哪一个呢？在你的那个 onclick 这个按钮上面有没有？你往下拉一个 property 里面有一个什么 onclick， 这个 onclick 你可以去给它一个 void 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呢，必须是在你这个 activity 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方法，名称叫什么？叫做 show order。大小姐要注意一下，那就可以不需要有个 listen 了。哪一种方法简单，你可以参考一下哈。OK， 所以这边的话，我的 unclick 你可以发现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test view 显示，所以这个 test view 比较简单，它的名称叫 order。好，所以呢，我们有 M 有 V， 再来就要 C 了。C 的话实际上就是控制，控制哪一些我们刚刚讲了，不外乎按照我们逻辑嘛，反正不外乎就是，宣告有没有？宣告在哪里？宣告 intents 后面嘛，对不对？我习惯这样宣告。那我有两个 spinner， 所以宣告两个 spinner， 中间可以增加一个逗点。第一个是 drink， 第二个是 temp。再来的话就是，宣告一个 test view， 宣告一个 button。然后这边我本来是有写啦，第二种方法啦，不过我这边把它注解掉了。再来的话呢 ，onCreate 做什么？连接。那连接的话，一二三四，四个连接。好，那首先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当什么呢？当你点击其中一个的时候，比如说我选的是柠檬汁，那你下面的这个地方就只能有两个选项，有没有？那如果说你选的上面是三种其中一个，底下的选项呢，会必须有三个。这个可能要因为什么？因为上面的选择而有不同，那这个该怎么做呢？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啦，有些东西你可能一下记不起来，但是至少你要把它整理起来。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以后会用到，你可以把它有点像注解一下，然后呢，将来最好是整理一下你自己的云端硬碟或者你的云端的笔记啦，因为这个实在太常用到了。
这个地方上面当然你不见下面不见得是一个 spinner， 也许是一个 list view， 也许是一个图啦，或者是一个什么 test view， 反正都可以切换的、哦、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我要先去，怎么？当它被点击，所以它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话呢，就是刚刚讲的 set on 什么呢 ？item select 那个 item 被点击，所以我刚刚讲 drink 这个物件被怎么呢？在上面先建立一个 listener 啊 ，listener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它是一个有点像警卫一样的、哦、你随时巡逻哦。啊，在哪边巡逻？在 spinner 上面哈、哦，帮我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点击哦。哎，或者是有没有人进来，有的话呢你要通知我，那我就去做什么，当 on item select 的时候，当他选取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处理。另外就是 on， 另外好像有个方法是 on nothing， on nothing 这个不用啦，你就把它空白掉就好了。所以呢当他被点击啊，这个怎么产生，我刚刚有讲过啦，你其实这个都会自动产生的啊，也就是你这边的话呢 delete 掉、哦、一定是大刮胡嘛，它一定是啊，这个然后呢一定是小刮弧大刮弧后刮弧再给它一个分号啊，这个一定是什么 auto 键加 enter 会自动 implement 自动会产生的，所以你这个地方怎么产生的、哦、你不用重新再打了、哦、当然你们大部分都是 Ctrl-C Ctrl-V 啦，不过你也可以重新做一下这一部分，这部分很重要、哦、如何产生那个事件的对应方法、哦、OK， 然后呢底下做哪些事情、哦、比较重要是中间这一段，哎，也就是说当他点击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他这边会有个 INT， 后面有个 ARG2， 也许名称 不一定叫 ARG2，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一定是 INT， 这个 INT 指的就是说他点选的第几个项目，那我讲过了，如果他点的是第一个项目就0，第二个项目就1，他这 INT 就是 index， 哪一个 index 的选项，所以他会透过一个参数一个引数叫ARG2 来告诉你他点了哪一个，所以、哦、我们只要怎样把这个参数抓过来判断就知道他点哪一个，所以、哦、这边特别注意哦，我这边有一个 temp set， 这个是一个阵列，为什么？因为我要放暂时存放阵列，因为你抓过来一定要放个字、啊、所以特别阵列一定是中括弧 string 的中括弧，如果 ARG2 等于3，哎，有没有刚刚我讲的0123 3的话是什么？柠檬汁嘛，对哈、啊、如果是柠檬汁的话我怎么样用 get resource， 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将来、哦、要去把这个可能你们会容易忘记的，你可以 bookmark 一下，就是以后呢如果你要去抓什么抓那个我 string 里面的 resource、哦、就是那个资源里面它是一个阵列的话，那你可以用 get resource 点什么呢 get string array，不过我记得好像 get resource 不打好像也可以哦，直接用 get array 好像也可以，不过还是 get string 可以， get resource 不行， OK、get array 好像一定要前面多加一个 get resource， 这个可能要再试一下、哦、那前面我们有用过嘛 get string 前面不用 get resource， 好 OK 好像有印象嘛，前面也是抓那个自串资源档里面的，然后呢如果它是3，那表示它是柠檬汁，那我就给它 temp 2，有没有？就是只有冰去冰。如果反之，就给它什么呢？给它 temp 1，这个应该看得懂了哈、哦。这个逻辑很简单，你无论是哪一种程式开发语言，都差不多的结构。if 小括弧里面就逻辑，执行第一个，反之就执行第二个。OK，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是抓到了啊，抓到放在哪里呢？放在 temp set， 这个有点像是暂存的一个阵列。那这个暂存阵列里面放进来之后，我可以做什么呢？一样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印象 ？array 这个 array adapter 建一个什么呢？一个连这个连接器，这个连接器里面主要是放清单的。那你要把清单放进来的话，我宣告一个这个 temp ad 的一个物件 ，new 一个 array adapter 里面放什么？一样哦。这个是 C， 这个刚刚有讲过 C， 这个是它的一个 V，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东西是什么？再丢到这边，这个是 M， 哦，控制、版型、资料这三个都要有，然后再怎么样？
在 set 它的 drawdown list， 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啊，不过我们是用内建的啦，这个 enjoy 开头有没有发现系统内建的啊？当然以后你想说老师那我不要那么黑白的啊，我要彩色的啊，那请你怎么样更改刚刚的东西，把这两个版型改一下就可以了。好、哦、啊，我想细节不再赘述了，自己回家自己玩玩看啊。特别注意哈、哦，千万不要急。其实你做对一次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急躁的话哈、哦，很多时候你做一百次都做不完。好、哦，因为我发现同学好像突然有个闪失，就觉得怪怪。还有的时候哈、哦，会错误哈、哦，并不是你的问题，是电脑跑太慢。真的，因为我刚刚哈、哦。为什么我一定要远端遥？因为我刚刚电脑现在跑太慢，我已经全部贴完了，但是它那个 R 还是红色的。为什么？因为前面它界面都还没跑完，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烈建议各位要64位元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 RAM 用完之后，它就会一直用 HDD 在当 RAM， 那 HDD 跟 RAM 的速度差100倍，所以你本来一秒钟完成的事情，你要花100秒钟。哦 ，OK， 那如果你要一分钟完成的话，你要花100分钟，那真的太慢了。哦，所以强烈建议，第一个了哈、哦，如果你的环境还是32的，请各位可以升级一下64。第二个，你这个 RAM 哈、哦，如果你的 RAM 没有，最低4G 可能还太低了，最好有8G 以上，这跑起来真的完全不同的。哦、OK，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边完成之后，最后再怎么样 set adapter， 这都固定的，有没有？就是先设定它的 MV， 就是spinner 的 MVC 跟那个 drawdown 的 MVC 啊，最后再把这个 adapter 设定给那个 spinner 啊。所以同学刚刚有讲到什么 set 啦，其实你会发现啊 ，set 不外乎就是设定嘛，就丢给他这个东西啦，啊，其实就是存取的道理啦，给他。啊，读的话就是 get， 所以有 set get， 这个在 Java 里面或 Enjoy 里面非常容易见到 ，OK 哈、哦。然后呢，这个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最难的在这里。那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的 button， set on click listen 啊，不过这边也是 set on click listen 啊，点击下去的话，可以把结果给秀出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基本上呢，最后选了一个波霸奶茶冰的 ，OK， 就选一个冰的。按下那个下订单，最后的结果波霸奶茶豆点冰的，它就输出。所以基本上、哦、非常简单，我就把什么呢？把这个东西读进来，到这边冰的读过来，放在 test view 啊，怎么设呢？按下它做这件事情。所以先把那个我们的这个里面用 get 的方法嘛 ，get 什么呢 ？select item to swing 加上豆点。丢给这个 message， 然后呢，再把那个什么呢，这一个 temp 里面一样 get， 然后把它怎么全部串在一起，串在一起之后的话呢，再丢给 test view 去显示出来，就完成了。OK， 那这部分的话，大概它的资料流是这样的，哦，啊就完成，所以看起来其实还蛮复杂，但是基本上都是固定的用法。OK 哈、哦，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哦，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那当然哈、哦，将来。也许你可以稍微做修改，比如像那个这一题的那个 view 的部分是用系统预设的嘛，啊，用那个什么 enjoy 点什么啊，你也可以啊，把刚刚的部分再复习一下。啊，另外的话，下面的那个也许将来可以再配合什么，lesser view 啦，哦，或者是最好像这样的一个 app 哈、哦，我是建议啦。当然，如果你是要做一个真的可以用的，你干脆以后用图啦、啊、因为现在人看一定是看图比较喜欢，也许每一种饮料、欸、你就给一个图，然后让他用点的、啊、旁边点数量、啊、点一点、欸、其实这个感觉会比较好啦。不过这个当然将来我们后面可以再多加一些东西、啊、所以、欸、下个礼拜开始的话、啊、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有关图方面的、啊、image view， 那里面的话比如说可能可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哦、看图，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那个简单的相簿，那、啊、简单的相簿不外乎就是我先载入图，载入图之后可以让它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上一张上一张上一张、哦、用 click 啦，那如果你不用 click， 你想要用别的方式，
用下拉清单可不可以？哎，当然也可以啊。哦，大概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Preview， 还有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艺廊哦，可以用那个 Gallery， 可以一直让它播哦，然后可以让它显示。那底下那一张图可以放大，可以缩小，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尤其我觉得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啦。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地方也都没有在，像婚纱店好像也没有这个婚纱可以用，那种，就是，比如你拍完婚纱，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app， 哦，这应该有一个卖点啦，不过好像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份应用很少，好像早上有同学问说。哎，有没有一个 app 哦？可以，比如说他比如说家里现在需要，修理什么，像类似任何东西啊，修理水电，有没有水电中介的 app， 或者是修马桶啊，或者修水电啊，好像是油漆啦等等的这些功能的那种中介的 app 啦，其实好像目前看好像没有特别啊。专门针对这部分的业务去做一个 app 出来，那能不能做？当然有能做啊！为什么？因为这很 Uber 不就是跟计程车抢生意吗？对不对？那个 Airbnb 嘛，哈，它就是跟一般的饭店或者跟民宿抢生意。那实际上它什么都没有，它就只有 app 跟一个网站，有没有？它就可以借由它去帮你完成很多事。啊，你说它的营收？大不大哇？那不得了，那些没做什么事啊，他就是帮忙中介一下而已啊，中间就可以抽很多啦，好、哦，所以很多事可以做啦，啊，只是说你们有没有去实际上去做这些事情啊、哦？那你只要把那个流量做出来之后啊，那就不得了了 ，OK 哈、哦。所以初期我听到很多，大部分都是初期，也许是在烧。也不一定烧钱啦，也许你把你的热情做出来之后，也许刚开始也许没办法说真的有很大的收入啦，不过久了之后你把量做出来齁、哦、诶之后的后续的效应其实就还蛮大的 ,OK, 那不过有时候做事情不见得是真的只是为了那个赚到钱啦，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诶你一直就被看到，或者是说你做了这件事你自己做的都开心的话，那也就够了啦，哈、哦。至于后续的效益很难说，哦。就像说我最近也是比较忙一些，而且好像越忙。主要原因很奇怪，我只有把我的影片放上去，我的课就上不完了。因为刚刚我还看那个 email， 哎，好像有一家公司他也有找，所以最近像有中研院，不是翁启慧啦，哦，没有关系。找我去帮他们，也是教他们，就是帮他们上一些课程啦、啊，对，然后像什么元培啊，元培科技大学，那、啊、他们内部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需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我。哦、OK， 哦，还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学习需求，哦，我也没有说来找我吧，我在我的部落格或影片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哦。还有像下个月吧，哦，下个月开始在文化大学，啊，进修推广部也会有 Java 跟 Android 的课程，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同学哈，你们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我反正我上完课我都会把它全部 po 上去啦，哦，啊，所以你们想听的话，哦，可以关注一下了哈，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很 open 的，反正你爱听你就听吧，哈，那。当然，因为不过那个课是白天班的、啊，可能是针对那种，那可能那个，哦，我有同学知道，就是一整天的。但是我跟他讲说，我不要排太满，因为时间上之前一天8小时上下来，哦，真的快要虚脱了。我跟他讲说，不然排6个小时好了，晚一点上课啊，早一点走这样，然后不要排一直每天连续，不然会昏倒。啊，他一个礼拜大概排个1天2天这样子。哦，然后帮他们讲一些这些东西啊，先会讲 Java， 然后再讲那个 Android， 那他本来是要排给我大概200个小时吧，我跟他讲说不要那么多了，我消化不了，
我刚才讲说，不然你大概，然后最后他给我排120个小时，所以 Java 大概60个小时 ，Enjoy 大概60个小时，哦，所以将来也许会就是陆陆续续我会把这些影片哦，来放在 YouTube 上面。啊，如果你们假如说，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学习都没有问题，可能是 Java 不太熟了，哦，那这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因为我们主要是讲 Enjoy。我也很想要多讲一点 Java 的观念，像很多同学物件导向观念不太清楚，哦，那老师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啊？为什么那个是那个？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哦，所以有些也许你有兴趣的同学，啊，可以关心一下，哦，这部分。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把那个刚刚我讲的这个就是饮料店的这个设计可以试试看。那后面的资料流啦，也许你将来他定了之后，现在只是显示出来，那以后你可以怎么样？最好可以怎么样按订购，在 server 上面会多出一笔 raker， 对，然后这个 raker， 哎，你可以及时的发布，也许到哪个地方，你的手机或者是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网页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好，啊，那加上一个会员注册，对，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机制，哎，它就是其实这个简单的一个那个饮料店的订购系统，哦，啊，所以如果你这个把它 run 熟了，你还可以到那个饮料店哦去看要不要合作一下，我帮你弄一个，然后我帮你产生一个 QR code， 对，然后看要不要用什么机制哦，抽成的也或者是什么了哈，反正不影响，就是让他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会花太多费用，而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然后你又可以练功，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久了之后，那你就会有个代表作了，对不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哦，那只是动动脑筋啦，我想这个很多事情是最重要的是你做得很开心，哦，然后又有点成就感，哦，这个比较重要，哦，OK， 试试看好不好？